声遍满虚空，承担一切，只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会。我们继续为沿路刚刚这些鸡啊，这些鸡，我们给它的名称叫菩萨，因为都是有佛心的啊，只是因为一个心念上的问题啊，造成呢我们人的 DNA 跟动物不一样啊。我们再次的呢，呼求弥陀佛，刚这个鸡菩萨呢都能够回归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同声开口，放光起诵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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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